今天带了100块钱来果园里找阿婆盘些香蕉，看这100块啊，能挑出多少斤香蕉？走，出发！就在前面了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树吗？看，它结的果子在这儿。阿婆，我来嘞。我们开始割这一个了哈。哇，小心，阿婆。小心。带了100块钱，不知道够不够哈。哦，等一下断了。啊！你做这个东西做不？阿婆很乐观，他把香蕉树都给砍断了。我自己来，我这个俩。对，我们来搏一下。大力士应该至少有50斤。哎，哎。阿婆来请了好吗？又来边请了，边请。跟这些小哥要来，我跟这些长来阿婆说都不用称，一边40块，两边80块。不卖吹啊，几百块的呀？不用找了，100给他了。哦，好重啊！走了，我们去菜场赶场，看这100块是挣了还是亏了。哇，重。白菜呢已经到菜市场了，在开摊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香蕉割成一排一排的，然后摆放整齐哈。现在我们准备正式开摊了，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个香蕉这么绿，大家会买吗？现在呢，我们请出香蕉的好朋友哈，苹果。苹果呢，在化学层面上来讲呢，它会产生乙烯气体，而乙烯气体呢，又可以同时达到催熟香蕉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等一会儿买香蕉的，我们就给大家免费送苹果哈。看一下野生香蕉要不要看一下，1斤2块啊。哇，你这一斤翘翘，两斤翘翘，三斤翘翘。阿婆很好玩了。要不要买苹果？买香蕉送苹果。俩，啊，这样子3斤6啊哈，3斤6算你3斤半，翘翘的。俩苹果，苹果来苹果。三个糖啊，它不会一下全黄，它是2根一起黄啊，3根一起黄，然后你可以慢慢吃。3、4、5、6、7，俩7斤4这么翘哈，翘翘的，14块8毛14块。俩苹果各放一包哈。相当于一排是7块，还蛮便宜的哦。好，谢谢哈。苹果，谢谢。哎，苹果要一起放才会熟啊。好，不能把苹果吃了。这个香蕉啊，是属于芭蕉科芭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是中国南方啊四大水果之一。胶皮金色，体弯月，芬芳袭人，酥宜人。对了，你们那边香蕉一斤都是卖多少钱呢？要不要看一下买香蕉送苹果啊？都要啦。就这么多吗？我后面还有，哇，翘翘的哈，翘翘的啊，必须翘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那大哥这样子，13斤6，算你13斤哈，翘翘的哈，13斤就是26块，算你25就好哈。苹果跟它放一起，它会更快熟哈。吃的吃的，没有，不是，这是吃的。姐姐这样子，你看3斤这么翘哈，翘翘的，6块。这个香蕉由绿变黄的过程呢，就好比是我们每一个人由青涩再到成熟，这些过程呢也被称为沉淀式的成长。借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，熬得住无人问津的日子，方能配得上诗和远方。阿香这样子啊，2斤8这么翘啊哈，翘翘的。好了，我们全部卖光光，先算一下到底今天是挣了还是亏了哈。今天呢，白菜苹果花了18块，手机上收到了69块，现金呢是57块。大家帮我算一下，白菜到底今天是挣了还是亏了？走了，大家跟着我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吧。